Hello，哼哼，没开三度，我吃奶，我吃奶没开三度，回来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这衣服很好看，嘿嘿，好看吧？我也觉得很好看，都没机会穿。不然的话，其实我播一会儿我就下了，哼哼，播到10点半吧，播1个小时吧。家庭群里发了红包，啊，嗨，我开了空调，舒服吧？我家庭群里发了红包，什么红包？我爸发了红包，发了好多红包。看。但是他只能看发了好多红包，但是他只能在手机上查看，看到吗？我爸你还没抢是吗？啊，还没抢，羡慕红包，错意了，没事儿。羡慕我爸发的红包肯定是一个4个人的红包，我就算晚晚的抢还是有的。红包。待会儿我给你发一个，520快乐。错意了，是错意了，还没到520呢，提前520快乐。我吃奶，提前520快乐。今天是几号呀？我也不知道哦。我有点鼻炎犯了，鼻炎犯了，是过敏性鼻炎吗？换季了，待会儿整点过敏药吃吃。还是这个空调吹的，那把空调关了。不是，是那个房间有灰，感觉就是跳舞的房间，对，很久没有打扫卫生了，那一跳舞就灰就起来了。醒一下。没事，一会儿。520希望能解封。我房间，520再不解封，解封！520再不解封就无语了。为什么？不过520不解封也好，就没有人出去过情人节了，哈哈。我是有包袱谢谢年一的6个荧光棒。包袱了。大家都在干什么呢？你们不知道我有偶像包袱的吗？刚打的，谢谢九黎天的一个巧克力，谢谢小婷的五个荧光棒。小仔仔在干嘛呀？仔仔在直播呀。好好喝。林娜贝尔，没混茶，纯可乐。纯可乐，偶像都在那儿，为什么？废话学，绘画文学，绘画文，为什么？废话文学，绘画文学，这普通话，废话文学。今天怎么这么甜？因为今我不天是是搞甜废物。妹。嗨，晚上好。晚上好呀。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染这个粉色的头发？虽然这是假发片，加黑，显黑，那我就戴假发片吧。想染全头都是粉色。
是不是像一个非主流？你有钱吗？我找那些免费的人可不可以？像我这个明星啊，不是明星，小偶像啊，我跟他说我是我们 SNET 48的女团成员，我都不信他给我们免费染，不给我们免费染。毒瘾，不行，真的，我真没喝，我喝了。不一定拿捏得住。我的口袋会那么安静吗？不会。的确，我真没喝。破钱就喝了，破钱也没喝，我没喝，真没喝。真美，很安静哦。会被叶总 Q。手机的声音没有他那天才叫一个猖狂。那边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喝。王秋如又开始了，别再说 Q 这个话题了，他到时候不喝他也要真的喝了。别再说了啊，我现在就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拿一个出来，然后你就被封杀了。封杀大王就把你封了。大王你好久好久好久啥？大王放假呢，跟我说过话啥？哎，大王有跟你说过话吗？有吧，之前刚我刚出道的时候他又在喝可乐，还能喝可乐，看到了吗？刚刚我喝了一半的可乐。你关的是房间或者是自由？哦，好的，关我的房间你们就可以去浪别人了是吧？你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别的房间玩，然后呢困了，然后呢说哎呦，因为王秋的房间被关了，我也不知道我去哪里，然后所以说我就只能去别的房间玩了。这不怪我，这都怪王秋如，谁叫他不安分守己呢，都是他的问题，对吧？哇哦！又接到了新的表情包，你又接到了什么新的表情包？丑丑的表情包吗？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准备放一首歌，放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哎呦，真的鼻炎了，搞得我都今天眼睛痒痒，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也过敏了。再来一个科目一到科目十吧。嘿嘿，熟悉一下业务。在干嘛？在跳科目一到科目十，在社会摇，跳起来！可惜我这里没有，不能跳。顺便拖个地，想得美！不拖了，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体力。我发现每次运动完，我的心情都总会就是一个降到一个点。就是一个不开心的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再来个冰淇淋，可能是因为王秋如拒绝了我的冰淇淋。
你一个人炫了俩？我没炫，我留着了。这个姿势很危险，我错了。跳公演很嗨吗？跳公演的时候很嗨，跳完了以后就想静静。可能是没有看书吧，让我来看一下数学课本。数学，什么呢？乘以 AB 在学习吗？是的，我在看。轻点，我来看一下 ，AB 加 A 加一的一的一分之一加上，因为 ABC 等于一，所以 AB 加 A 加一等于 ABC 等于一 ，ABC 等于一，难道是都乘以 AB 吗 ？ABC 吗？乘以 ABC。ABC B B C A 上下同时乘以 ABC 吗？要懵了吗？嗯，看不懂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开始要一个非常用功的状态了。这是我的书课本，我也没看懂那道题，我没看懂，教教我呗。这是给你们看啊。就是为什么呢？看啊，为什么？所以 AB 加这个等于这个，为什么等于这个？为什么呢？我没看懂啊，他是做了什么吗？因为 ABC 等于一。对吧？你们看懂了吗？这是为什么？他们是做了什么？所以说能等量互换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A B C 等于一，所以说 A 就等于一除以 B C， 是这个意思吧？哎呀，是什么鬼？
等等啊。我这个电脑怎么了？好像有点坏了。电脑怎么了？Hello, Story。这是为什么呢 ？BC 分之一吗 ？BC 就等于一分之 A。看不懂，看不懂了。家人们，我看不懂了，为什么呢？好的，我看看。把分之一换成四乘哦，你这个意思就是有点东西了，我懂了，我懂了，就是把这个带到 A B C 喽。说的是呢。同学们，解释一下加点的词"窈窕"。啊，窈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证明他这个人窈窕，高就是。我懂了，我懂了。身材非常的曼妙。A B C A B C A B C， 窈窕，身材好。A B C， 曼妙多姿。A B C， 然后就是好，对吧？什么东西、啊？窈窕淑女，君子好好逑，好逑逑什么意思？我来。好逑的逑就是想想看，欣赏。看看是不是这么做 ？A B 加上 A 加上 A B C 除以 A B C 加上 B C 加上 B 加上 A B C。加上 A C 加上 C 加上 A B C 除以 A B C。把所有的 C 都换成 AB 分之一。嗯，可以。我看看。狐媚思服，辗转反侧。不对，辗转。我懂了呢。辗转反侧的意思呢，就是，就是躺在床上怎么样都睡不着的意思，睡得不踏实。对。静女奇书 ，A B 加上 A 加一等于一。用将近女改。所以说，为什么？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加上 A 加上 A B 等于？哦，约了是吗？哦，难怪。说的是呢。懂了。这答案真细致，细致有啥用啊？他也没有写怎么做出来的，算算。B 加上 A 加上一除以一，加上。C 等于 A B 分之一。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空房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能看私信吗？可以，我现在可以去看，我可以下播了去看。我可以下播了去看。
老会徒伤悲，真的老会徒伤悲了。啊，不看了不看了，再看下去我要死了。谢谢加油站打工的加油工的荧光海，谢谢荧光海。后面都是要体会，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弄懂，不弄懂我难受。嗯，到底是为什么？过零丁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就这，我最近脑子真的不好使了，我已经开始连那个二元一次方程都拿到手的时候都要想半天了，已经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智商枯竭的状态，你知道吧，智商已经就是这个耗尽了，都不知道为什么了。嗯，独坐敬亭山，过零丁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下一个是，这是好熟悉，是学生吗？是的，我是学生，高中生。绝句四，绝句四，但是幻境一秒跳是吧？书当快意，是的，幻境是我的神。谢谢一桃一叶的荧光棒。时时相为美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小慧不爱你。哦、小慧爱数学，我就是数学不爱我。高考资料好不好？我来思考，浅思考一下，浅浅的思考一下。A B 加 A 加一等于除以一，所以说其实也不用算出来，它只要约掉就好了吧。哎，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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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数学也不爱我，对，数学就是不爱我，啊，真的困了。其实好像还挺简单的。嗯，私信发我了，好，我先去看一眼啊。还看不到，还看不到，没有看到你发给我的私讯。嗯，数学好难啊。我考的是哪边的高考？港澳台啊。其实港澳台联考的，我是九六的。嗯，学科根本就没有简单很多，根本就没有简单很多，跟国内高考其实我觉得反而难了好多，因为还要学微积分什么的，唉，我想哭。然后英语也是三倍的难度。 嗯， 对，但是港澳台他们英语是真的难，因为他们香港那边好像是他们从小英语是抓的，英语是真的难，他们英语抓的是最紧，英语看不懂啊，他们从小有外教，但是还好，英语的话对我来说还好。我认识一个，之前在九九九有认识一个香港的朋友，他英语就说的特别好。数学及格，高中就学的及格。耳朵不带，耳朵在教室，我拿回来了。通灵一定。比中文好学，的确英语可能比中文好学一点，但是他们这个语文看的是蛮简单的。我欲乘风归去，用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秋风引，何似在人间，转入何地，几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日成泪，不知人又何年何月，一卷烟丝出，古丹青单人日久，千年孤梦倦。淡漠孤烟直，淡漠孤烟直吗？大漠孤烟直，始至塞上，淡漠孤烟直。旁边是在炫他的语文水平。就是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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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有，我还是没有。让我来自己想一下吧。我要自己想到了，我就是厉害了。我作文写的可好了，作文写的可好了。我天哪，我作文写疯了！我四年前的时候，就是作文满分是60分吧，如果没记错的话，60分，我一般就扣个2分、2-3分。A B 分之。我有一个万事开头的一个作文的开头，我背给你们听啊，我现在能背下来。风浅唱，夜未央，指尖时香，记得花瓣在柔弱的清风中飞舞霓裳，嘴角轻扬，缱绻荡漾，记那一次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就是万事。好了，我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就是我的万事，那个 A B 分之那个万事，那个作文开头。分之加上 B， 都没说话都这么押韵。不是啊，就是因为你要押韵，你才能拿到分呀、啊。我再给你背一遍：风浅唱，夜未央，指尖时香，记忆的花瓣。在柔柔的清风中飞舞霓裳，嘴角轻扬，缱绻荡漾，记那一次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懂了吗？快先记下来，背给你的孩子听，以后作文拿分了回来谢谢我。英语作文万能的开头没有，我英语能及格我就开心了。先试一下再试呢。Hello, Mr. Teacher， 这节奏不要停，我脑袋里在开 party， 不换都不行。B 分之以后这节奏算超死。我巨偏科，我特别偏科，都是文科嘛，但是我英语学的真的就是没有我的用。可是 B C 把 C 换成 A B 分之一，那不就等于 A B 分了吗？因为我语文老师很喜欢我，是哪个老师喜欢的？我已经开始晕了，家人们。我就不喜欢 B C 怎么把 C 换成 A B 分之一呀？但你不是想偏对？宝贝被什么卡住了吗？宝贝被一道方程。卡住了竟然。也不是方程吧。就是一道题。一道化简题。卡住了。然后我们地理老师每天他抓着我。哦对啊， BC 等于 A 分之一啊，哎呀我是个大傻子吧。啊那我会了耶。开始天天的 C 等于 AB 分之一，开始绕住了。C 也要扣分嘛，我懂了，你说的很对。我开始了。高中那时期。这还聪明啊！别夸我了，你们好尬呀！哈哈哈，我这应该是我初中上的学过的东西，我现在竟然你们在这夸我好聪明，我没脸了，家人们，我就没脸了。我要真聪明，我就真的嘲讽。我要真聪明，我就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就已经这个已经就是飞黄腾达了。行，女孩子要多夸，不是吗？对，要多夸，好吧。那我还是很快乐的。A， 看看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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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做解，你做题，你别，他这只是，他这是什么？他是这个题还是书啊？题呀、啊，这题吗？嗯，就空格让你填。真假的？1000多道题。哇哦！但是也有难的，也有我答不上来的，但也有很简单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吧？对吧？只要功夫深，人逢喜事精神爽。B C 人逢喜事精神爽，下一句是什么？我再看一下。高考题哪来的？他这个应该就是历届的高考题吧？嗯 ，C 除以 A。我现在弄不进来。哎呀，都过去了，现在不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工作 B 没上线到底是什么吗？人逢喜事精神爽和明日何其多 C E 明日歌 A B C 明日什么何其多明日何其多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对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万事成蹉跎长江湖浪推前浪加上哎还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出来了统一分多情自古伤人春风里江南你的花的人有变化你很别的是是这就别吹了啊宝贝这个这个别吹了我跟你讲这个你但凡是个小学毕业你都能说出来嗯这东西没上心没瞌睡多真的假的没上心没瞌睡多怎么就听着很像编的呢干什么王酒店落红不是流星化作春太讨厌了数学我一辈子的伤痛我以为都被你占了你跟我开玩笑嘞先复一下生物可以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难得什么人间难得嗯，我还是下播吧，我要学习了。这样子直播学习也没有心情了。王酒店，臭不要脸，臭不要脸！加油，加油！臭不要脸，没脸没皮。拜拜了。有脸吗？不会的，脸呢？翻出来，好的。拜拜。要脸吗？拜拜了。